好久没有拍 Pro 的，我只是给你看看，听一听很 frustrated 的东西，听一听后面香港。香港的人呢是焦虑症是很正常。于是今天呢就是约了一个人拍影片，走一走这个香港公园，然后他们知道这个肯定要输了。哎，这个镜头很近哎。啊，就是很烦，我只是记录一下，很烦很烦，就嘟嘟嘟。好了好了，验证试一下拍影片，感觉是怎么好像很久没有拍影片，没有，只是差不多四五个月吧。看看我们今天来了这个香港公园，这么 fancy 的 shopping mall 旁边，这里这边三面，这边三去的时候，那就是有这个香港公园。那重点就是我等一下去到香港公园，一个人在等他们，他们说约好四点来到，然后现在四点半，所以就是嘛。时间是不等人的，原来看着镜头说话，在香港的感觉是好奇怪耶。习惯就好，习惯就好，后天的努力。这里走就走到这里，其实我就很想打一打个电话给他们看一看，他们是不是还没出门？如果没有出门的话，那再想一想，今天去不去香港公园？喂，喂，海边。喂。真系嚟噶，喺边度嚟噶啦？唔熟啊，我电单车嚟啊，十五分钟到。你信你讲啦，十五分钟到。我都讲到你咧，转身话唔掂啊嘛。咩啊？转身话咩啊？唔掂咯。五点到唔到到啊？但系咁我问你四点，你又话好。哎呀，对唔住，我都估唔到，我都估唔到啊。咁点啊？请食餐，斋一餐。你几点到啊？五点啊？系啊，开车嘅话应该到到噶。好啦，睇下你五点到唔到到啦，唔得就再。系，好啦好啦，好啦，拜拜。这个就是问题，他那么诚恳的跟我说，说，香港人就是这样，说。好，这个气顺了。那就等一等他们吧，我们还是自己进去走一走吧。这个东西呢，会不会是又是5000万呢？这个肯定这么大，肯定不是5000万。去淘宝做这个东西，可能是100万吧。现在的香港就是那么香港。看到这个 CCTV 哦，其实有 CCTV 是很正常的，但是现在的香港呢，或者是很快的香港呢，看到这个灯柱，然后或者是旁边这些以为不是 CCTV 的这些东西，很快就会也会变成 CCTV。有事没事看你在街上做什么，你去哪里也要知道你在哪里。social credit system 去那边 jailwalking， 然后又扣一扣你的分，有没有可能呢？自己想吧。但是我只是说有可能而已哦。Big Brother is watching you。穿得很生气，外貌好不好？拍摄啊，拍摄啊！几点钟啊？拍摄！干，你跟我说4点钟哎、欸！哎、啊，说你，真的是哦。而家喺度影紧你有问题啊！迟到出尔反尔，又话五点到，话四点到，话好，几时先得啫？啊，约真正的朋友啊！如果你约真正熟的朋友呢，一定会迟到的。该就知道你现在在说什么，应该要说什么。你改就改嘛，就没有那个啦，你跟普选一样啦，你连啊。他现在又没有，这个就是香港嘛。原谅他，因为香港就是这样，随便说话不承诺是没有问题的。那我们发影片吗？原谅他们。对，怎样？香港就是正面一点，只能忍耐一下。对啊，没有 roll gay 这个才是重点啊！干，算了，没有 roll gay 啊！ roll gay 这个就是好像是会不会讲？原来广东话是说没有 roll gay 啊， roll gay 啊！哎，我也是这样讲的。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太极员刚刚跟他们呢、啊、在耍玩这个太极啊，这个是太极功夫普及，我跟你讲过。口球要圆一点，好，起码分钟。
公布再普及，野马再分鬃，公布再普及，划破两次，这么出去，这个真是太奇怪。为什么你会知道呢？我们中学学的啊。有中学？真的？几年前啊？这个我都上一年的。上一年的吗？对不对的门啊？上一年啊？哎，有。那那么热，那就是插一根上去好不好？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沿着绳上去还是竖着上去？沿着上去，报警筒。哎呀，快点啊，没时间啊，拜拜。一个家庭在这里拍拍照，然后有我们三个人，不是一个家庭，是很捣乱的人，太吵了。今天我觉得拍景呢，他说要吵一点，我觉得好吵啊。那这个人没有活力，那怎么办？没有活力，人家怎么看？是不是？大家去上去了，在哪里啊？干，侯爷，侯爷，他上去了。那通常这个时候，如果是朋友的话，都会跑走。哎，哥们，我们走了，走吧，拜拜。香港这个真的是要介绍一下，这个位置呢，你看，那么这个小位置旁边，这个是大陆，然后走进来有一个可以坐的位置。重点是什么？是可以自己带中国象棋来下棋，有什么想说？想说吗？我也是问有啊。想问一下，台湾有这些吗？这个棋盘在这边，但是没有棋的，在台湾有这些吗？我觉得很奇怪啊，就谁会带那个棋来这边种啊？没有啊，当然奇怪。给你们看看 Visual Art Center， 就是这里，看不看到这里有多少 Visual？有那种啊的感觉，看看上面香港，然后你以为这个是章鱼吗？它不是，它是一个垃圾桶。那鱿鱼跟章鱼有什么分别呢？你告诉我。不是垃圾桶啊，垃圾啊，是这个国内用语啊。也对耶，说台湾的话是用垃圾桶啊。那是好像你说先说的。对，是我先说的。是你先说的。先说的啊，所以是错误的呼吁，不是迟到那些都是。说。没关系啊。那个说。没关系，就是有关系啊。对啊，没关系就是有关系，不用管我，就是要管我多一下。啊！他们知道我很怕给人家笑，所以如果你们在街上笑我的话，那我肯定会给你笑的。没事了。好，我写字唔该，好啊，喺呢边填表，唔该晒。填表。没救了。嗯，松，哼，嗯，松哈。你认真猜我说的对不对？看到这个画，我感觉他有一些猪，有一些朋友一起开心。我猜一猜这个画的主题是这样。猪朋狗友，活在当下，看一看是不是？大家看完才说啊，不要笨。那现在香港呢，就是基本上进去每一个 private 的地方，也是要check 你的 temperature， 然后还有是你要扫一个 QR code， 然后那个是如果有私隐的问题了，然后我们就是自己写纸，就不用那个 QR code。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，那么活力的 ending 就是在这里啊。今天呢，我们就是跟他们迟到的两个，肯定要 emphasize 一下迟到的两个人，然后看这个怎么都没有进去的香港公园。他们的特别的是在40
去里面，旁边这里一个公园，在地铁走一走，都一定老大就来到这里了。今天呢，就是说他们两个啊，他们是有一个 channel 叫什么登州啦，然后就是因为你也知道我是不剪影片、不发影片的关系。然后他们是剪影片发影片，然后我就是会每一个礼拜去他们那边玩一玩，在香港旅游一下，就怎样？我们希望半年以内，好三个月以内，再见吧，拜拜。看到后面那个，是我一开始来的时候那个喷水池，然后原来五点以后就可能已经关掉了，真的会省电哦，就是那么东西，我要省5000万做一个。小小的什么音乐喷泉。